这样是你第，我还没开始训练嘛，哦，我一走过去，它可能就扑了。又来哈，哦，有没有？它这个它动能很强，但是你如果要叫它不要，我现在是一个小孩子，你叫它不要扑，你怎么弄？你怎么弄？就是我现在它一直弄，我小孩子在哭了，快点，你怎么弄？把它拉回来。赶快，你赶快。好了。哦。可是他如果真的很兴奋的时候，你这样拉效果不到哦。好，哦，啊，你叫他坐着不要动，看看，在他旁边绕圈。好。好，欸。还不错。啊，你那个绳子放掉看看，叫他不要动。不要动哦，等等。欸，他都知道哦，他辨别的出来哦，就你绳子放掉，他感觉得到哦。哦，拉好，对，他这个刹车没有输进去，嗯，现在教你们哦。啊，他咬住东西，你跟他玩这个球有没有？嗯，咬住他会放吗？会放。你试试看，逗一下，对，对对，稍微拔一下，不要把它拔出来，就围住一个张力，跟他玩拔河的感觉，对。对，这样他才会满足哈。你们有没有跟他玩这个东西啊？会拿衣服吗？好，哦，对，好，你叫他放看看。好了，好了，嗯，你不是说会放吗？好了。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是骗我吗？好了。哎，还要喊很多次哦，你看，好，再一次。他会想一下。啊，你再一次。它这只狗的动能是很好，哎，哦欸，这个如果把它发挥在，就会变得很好。就是这个是很，不要看这个是个缺点，这是个优点哦。狗要让它发挥这种动能哈，哦，让它满足哈，哦，你要咬那个咬捕欲望哈，哦，你让它要有地方发泄，你它来觉得说，哎，欸，你配得上跟它玩这种东西，哦，停不住嘛哈。哦应该比较轻，嗯。啊，那你换，等一下，好像换这个帅哥，我试试看。先跟他玩。好，拔一下，不要把它拔出来，就是一个张力，跟他这样哈。对 ，S 型这样绕。对。好，叫他放。放。对啊，哎，欸。你让他那个坐着不要动哈。他这个以前做不到十秒就跑掉哈，哦，来，上课前只能做十秒。自己做。对，好，叫不要动。等哦。哎，不 NG 哦。等哦。这个如果漏气。不动哦。好，叫。不动。好，这个适时的有这个外人干扰出现，都是给他考。哎，欸，还在盯你就对哦，在盯才是对哦，没有盯他就会跑掉。非常棒，哎，欸，对，有，很好，这个都算。他趴下，然后你要给他 OK， 丢一个旁边。